我们每一分每一秒的快乐都想永远留在那一刻。李恒，快点，李恒，你看共舞台到了。上海的共舞台好气派啊，你看那舞台多好看啊。我听说这舞台啊是上海最有势力的黄金荣帮陆兰春建的。是吗？那这个人一定很有钱。二哥，他怎么会来上海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咱们去找他。好。哎，玉衡，从这儿。啊，来。所有黄金荣的人，都给我往死里打！受伤了，谁来帮帮我？